较火的大概就是赵薇、林心如同框一起扶贫事件了。明星扶贫都是表面功夫，林心如、赵薇被村民喊话别来折腾我们了。林心如的穿着也是非常接地气的，和平时的穿衣风格完全相反，也是很难得了。而他吃饭的时候先向到给长辈的盛房，让这位老奶奶先吃，然后又给旁边的主持人夹菜，最后才轮到自己，这是装不出来的，很明显平时都是这样一个细心体贴的人，除此之外没有一点明星架子，一切都做得很随意，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对于之前很多人都觉得是太高攀了老公霍建华的事，也随之消停了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希望他这么善良的人能够被岁月所善待，一直这么年轻漂亮下去。然后这件扶贫事情本来进行的顺顺利利，却突然出了一些差错。近日赵薇在广西下乡扶贫，接触了不少老人家，当然老人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开心的，可是他们的亲人却对此事表现得极其排斥，直言请求他们放过自己的奶奶。奶奶年岁已高，大冷天的已经经不起出来陪吃饭陪摄影了，